本组老照片拍摄于1990-1993年期间的上海市，是荷兰摄影师 Robert van der Hulst 的摄影作品。1990年上海黄浦江，对面是陆家嘴，东方明珠和摩天大厦还没有建造，感觉有些荒凉。摄影 Robert van der Hulst， 电车上的乘客，摄影 Robert van der Hulst， 上海大明路一角，在路边休息的市民，摄影Robert van der Hulst， 路边凤凰自行车的巨型广告牌，独立从掌握一辆凤凰自行车开始，摄影 Robert van der Hulst， 茶楼里喝茶聊天的人，摄影 Robert van der Hulst， 街头的时尚女性，摄影 Robert van der Hulst， 上海劳动堂里的居民，摄影 Robert van der Hulst， 街头拥挤的人群，摄影 Robert van der Hulst。